的金，谢娜向马年春晚求邀请。有冯小刚的春晚注定不是场稀松平常的春晚，这部《谁要上》今年的央视春晚又成为了年度话题。按冯导往常的幽默搞笑路线来看，谐星主持中标几率极大，而作风豪迈的谢娜更是大声喊话：春晚啊，赶紧来邀请我呀，邀请我我一定会答应的，因为这是全国人民庆祝的一个一个晚会，因为当然就是上春晚是很好的事情，但是不能没有要求我就去嘛。冯导，你听到这热情洋溢的呼唤了吗？还等啥呢？快摁住了人家吧！不过机灵人妻谢娜在推销自己之余，还不忘顺水推舟拉老公张杰一把，希望能够在万人围观的春晚舞台上与张杰合体演出。哎呦喂，看着小算盘打的哟，这是想夫妻合心、齐力抢镜的节奏吗？电视前面看春晚，看到张杰唱歌，然后都觉得是很开心的事情。对，乐翻天，综合报道。